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这个记者会，其实是很沉痛的哈。那在我们记者会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来为高雄的受灾难的朋友哈来做个祈福哈。那我们请我们所有在场的人，大家低头，慈悲伟大的佛陀，请你听取我们的祈福，请保佑高雄受灾的朋友。让他们赶快恢复健康，也请求你引领那些因为这个石化业而死亡的亡魂，赶快往西方极乐世界。更祈求佛陀，你能够保佑我们云林，我们让我们云林免受六亲石化之害。我们祈求你。慈悲伟大的佛陀，阿弥陀佛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真的很沉痛的，我们先为我们高雄的亡魂来做一个引领，然后我们云林的乡亲真的很担心，万一这个石化也发生在我们云林，这个六亲是这么大庞大的一个财团。这么大的一个石化，云林人都不知道到底埋在什么地方，这些管线都不知道。那今天，我们特别在这个环评大会，我们特别要来要求环保署，你不应该再让六亲继续扩产哈。